今生要为什么要给人家多一点？圆满一点嘛，多给人家一点比较容易圆满。人喜欢多拿一点，他喜欢多拿你就多给一点。今天如果没有跟天地相连，你总是怕多给一点明天你就没有了。但你跟天地相连，源源不绝的天地间爱的能量注入在我们的身心灵，我们就会得到善性循环，源源不绝。人世间如果每个人都搞清楚这一套，这世界就无灾无难，就没有战争，真的就没有战争了。这个国家种什么都不开花，他就想着我要怎么样去凹别人一块土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不管是海盗，是吧，还是什么，就是过去霸占二把人家一个土地，是不是，然后变成他的。但是当你知道这不肥沃的土地，如果因爱多一点，天地能量一下来，一夜之间呢，黄土变黄金呢。何况这黄土只是变成一个比较可为的泥土，有什么困难呢？应该不是很难。但是当人弄不清楚的时候，他就会彷徨。他认为我的眼前是一无所有，那我不去给人家二把，我今生如何过活？结果这一二把下去又是没完没了，弄到最后自己是真的赢家还是假的赢家，盖棺论定，或者是来世继续演戏才知道上次的见解是错的，是不是？那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人生啊，一辈子也就几十年，一辈子又一辈子又一辈子，那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开花结果，对不对？国家这一辈子你去二把别人，下辈子你遇到那国家被人家二把回来，你刚好在那边投胎，因为上次你在那边二把参与了，这又这个戏又来了，所以你投胎在那里啊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记得这件事是真实不虚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好，如果我跟你讲这就是真的，不要再冤冤相报，因为不是你苦就是他苦，反正两个人一起苦。就算你这一辈子你抓着他报，他报给你了，搞不好你也不舒服啊，对不对？你要说，哎呀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还你。结果你觉得对我赚到，下辈子你当牛当马还我，你看我多舒胜。结果下辈子呢，你有这个牛他做牛做马的这个当时的情景，但你不是在这个昌盛啊，他还你，是两个人一起苦啊，两个人一起苦，他还在苦里面还你，结果你也没好到哪里去。那你说前辈子人家这么样的允诺要还你，你真的就接受，那后面真的是赢家吗？问号，问号。所以当了解这一切因缘的时候，就是我讲今生要修就要修得成就，不能等来世，等来世后面就是永无止境的未知数，到后来又是白搞，不是白搞一世，白搞前面生生世世白搞了，那后面怎么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有这个决心，入了超马的这个大门，今生就要修得成就。